快游戏，我是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快 Zero 的游戏节目，我是泰迪。啊，泰迪，今天我们来一点七点十的能量中枢是吧？嗯，我们来进一下啊，一点五版本的能量中枢。上一次我们把这个难呀，这是我上次射的箭，刚刚落下来是吧？对，好吧。上次我们把难度升级了是吧，升级成普通难度了啊、嗯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证核心不受损的情况下通关、嗯、对吧、嗯、所以我们不小心自己踩上去就郁闷了是吧。好，我让你加进来啊。对，巨网，对，巨网开放关是吧，关。好的，60234直接有。好的，那么难度升级了，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啊、嗯、一定要保证核心不受损才能完成那个成就。这块破玻璃没有恢复啊？哪块破玻璃啊？哦，这是我不小心砸掉的那块玻璃是吧？好吧，没有恢复，不过还好 不影响游戏是吧、嗯、好的，那我们去，我看我们这么多钱呢。哦对，说是攒钱要买这个的血量翻倍的是吧，对，160还得再打。嗯，来继续开始啊。我点，你去你的黄金站位上。好，上去，上，开始。这一波叫做新怪物五，开辟了新的通道。哦，叫好好，你从，你不要下来，你在这儿，你在这儿，你在这个位置。啊、哦，哎，我在这儿击退，你在那个位置射，下下。我现在用的也是穿云箭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新的通道，别想出来，你们，你看有没有弓？后面 有弓箭手，先，你先对射弓箭手。对，把弓箭手消灭。对射。对，把弓箭手消灭，我就不怕了。小子。小子们，小子们，小子们，小僵尸们，小僵尸们。快过来呀，小僵尸们！好，干掉！哎，哎，铁枪跟弓箭手打起来了。我们坐山观虎斗，你看他俩打起来了，哈哈哈！哇，铁枪赢了。完了，铁枪浪费我们一块钱是吧？这样的话，对，好吧，铁枪把那个弓箭手给锤死了。嗯，好了，160啊，还差2块钱。这，好吧，再来一波啊。嗯，你的黄金不知道他们从哪来是吧？肯定是新的通道。现在全是新通道了。对。好，在这儿。骷髅兵骑士，开始吧。干掉他们！哇哇哇哇！你最好回头看一眼那两个通道，万一后面来了我们就完了。哇、啊！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，没有是吧？没有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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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射弓手。哇！我得赶紧把血量翻倍啊！我这血量并不是非常的理想，还是有点小危险的。哦，里面还有两个 boss 呢，是吧？不是 boss， 是骷髅兵骑士。我也有弓箭。对。我也是风暴弓啊，好歹我这好歹也是戴达罗斯啊，戴达罗斯风暴弓啊，还戴达罗斯呢？有一个骷髅兵骑士，这没有，全死，就拜拜喽，弄死了。好了，这下是够了，够了，血量翻倍去了啊、嗯！你那么多钱，你要不也来一个什么回血，或者是我自动治疗系，你血量翻倍。好的，来，走。翻倍，咣咣咣，金钱不足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！哦，我点了之后没扣钱。哎哎，183为什么买不了啊？对呀、啊。难道买了这个之后不能马上买这个？啊！奇怪。出问题了，我们买不了血量翻倍。嗯。那不是悲剧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应该先买血量翻倍的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哇、哦，吓死我了！我的天哪！吓死我了，来，吓死我了，我准备开始吧。嗯，来下一波开始。你们从哪来请问？我先去看看那两个通道啊。好，新通道是有的。哎，我先用风暴弓。第二通道没有。好的，就几个南瓜王、哦、傻傻的南瓜王，傻傻的、嗯、傻傻的，傻傻的南瓜王，我们就这样赖他们吧，他们又不出来是不是、啊、他们不出来就让他们在那受死吧。哎呀，这关设计的有点问题是吧？对，他们不出来这也太没意思了，突然从后面出来了，就我这射哪去了？上面那一箭是你射的还是我射的？我。哎呀，干嘛？你看我屏幕射箭了？对，这么嚣张啊！哎，南瓜王干掉，里面还有是不是？好，你们俩着火吧。我的并不能让他着火，我就好慢了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要不上去打，差不多了，上去打了，来。南瓜，来南瓜王对南瓜王。哎呦呵，哎呦呵。南瓜王对战南瓜王。万圣蜘蛛啊，他们叫。对呀、啊。死了，好吧，
你有85，我53，你也是 max 了是吧？对。好的，那就不用升了。护甲要不要？哎呦，对呀，忘了看了。我护甲还算安全，我护甲也安全。30波了，老通道是不是？老通道，老通道，快快快，快点！快的来了！哇哇，来了来了！好，我严阵以待。你手快的，严阵以待，别想出来，你们别想出来！哇，突然这一关变得好忙啊，好难啊，好忙啊！你别让把他们打的从我后面过去了。哦，还是那个老问题，往回打他们，不要往我这边打。这还有两个蜘蛛。嗯。不要，千万不要把他们打的跑到我身后去了。哦，这样他们打了核心我都不知道。哦，哦，我叫叫叫叫，对你这个角度就很好，把他们全部打回去，全部回去。给我回去。嗯，哦，要要要要，或者你打小花园里的也行。收割者，你来不来？铁墙，你来不来？哎嘿，铁墙，铁墙，铁墙。那还是金铁墙呢。嗯，黄金墙，黄金墙下面还有个熔岩僵尸。在那个水池里，在你说的澡堂里，这他在泡澡，这待会儿我就回去给他搓澡去，噗噗噗噗噗，一顿搓。哦，上面的交给你，我去给他搓澡去吧。好，好，搓澡，给你搓澡，搓死了。哎，当心啊，不要有人去打核心了，看着点。我在澡堂子里呢。这，呵，呵，干掉。好了，没有了吗？应该没了，这还有呢，哦、还有我听见声音呢，还铁铁强强强，好了，没了，蜘蛛不用检查一下，不用吧？刚才二号通道没出来是吧？没有。好，开始，开始，31波了，烈焰人，下一波是 boss 了哈。对，烈焰人是从这儿来，我记得。哎，啊，不是吗？是你射中了。啊，我射中了，上面也出来好多，上面有好多蜘蛛之类的。烧到我了，干掉他啊，干掉猎人啊，我还是手桥头啊。我这有点太多了吧，这也。对呀、啊。这太多了，这怪。这啊，这怪也太多了。黄金铁枪换吧，换我的超级武器吧。超级武器全会小花园里请啊。来，哎呦天，哎呦我的天。他们怎么不来找我，都去找你去了，你吸引了所有的仇恨。很棒。好吧，那你慢慢跟他们玩着吧。这我这歇会儿。下去吧你。死了。喂。蜘蛛，你们连看都不看我。哎呀，那我交给我了，别试了啊。哦。嘿嘿嘿。不，这上面好像还有，我看。这被我弄的。上面是不是还有脑果然。蜘蛛。洞穴蜘蛛。完了，中毒了。哎，这下面还有个蜘蛛呢。刚才他躲哪呢？这个家伙，嘿，皮死！我刚想一箭射死的。二楼还有吗？二楼没了吧呀！你掉下来了！来了天哪！护甲看一眼，还行。还行。好吧，那我们迎接最后一波吧啊！好。这个难度生成普通难度之后，不知道还是不是那个 boss。嗯。大家都说会有凋零。嗯。也是浩劫。还是浩劫领主来了，就是他是吧？对。好哇，从天上掉的啊！我还是手桥头啊，嗯，你在上面黄金站位来灭他们。浩劫卫士你们好。哦呀我天，领主呢？领主在他们的领主呢？在你底下呢。哦，你最好回来，那个不要在那个站位，在我后面那个站位。你看你又把兵打到我后面了。那我就射那个领主吧。嗯，呦呦呦，领主，关键你不要把他们打到我身后去，这样核心就有危险。领主受死吧。我天，领主受死吧！你不是在瞄我吧？啊！你看打到后面来了。领主受死吧！还好他没有去找核心。我一直在打领主啊！你看，你会不小心把他们击退到后面的。我一直在打领主啊！好吧，你最好从我这个角度往回打，你别把他们往核心方向打。领主的蜘蛛死了。嗯，好，他上去找你了。啊！有人把我打下来了。啊、嗯！好，待会他就下来了。领主，我得守核心啊。不就是领主吗？你单挑啊！单挑，单挑了吗？单挑了，差不多是吧？能不能行？能不能行？能行。好，114，你141，没有别的了，应该会过关了这下。对。嘿，嘿。你感兴趣可以来帮忙。好吧，交给我吧，看我的超级能量大重锤，超级能量大重锤，喵喵，闷死你，闷住打。
超级能量大众可以完事了是吧、嗯、评分 3S 解锁了秘密进展完美无瑕什么之类的，那哎又在10秒钟之后结束呢啊，第一次按下会进行，哎又10秒钟之后结束了，嗯，还是没看到隐藏关，对啊，哎我去成就室看看啊、嗯、难道还要再打一遍才能让我玩隐藏关吗？我看看啊，是哪个来着，隐藏关是哪个来着，嗯，隐藏关我记得在这边、嗯、不是这个啊、哦、已经亮了、嗯、对啊是吧，打败最终 BOSS 即可挑战隐藏关卡，隐藏关一共16波，在普通、哦、对啊这已经亮了，那刚才为什么没让我们打隐藏关啊，对啊难道还要再打一遍，这不会吧，不会吧，我看那个核心不费血那个有没有解锁啊，嗯嗯，核心不费血，核心不费血，核心不费血是哪个，核心不费血杀敌数150也到了啊，嗯啊，在这个完美无瑕这个已经结束了，嗯是吧，还有一些这个隐藏关通关要解锁的我们还没解锁，嗯是吧，啊那这样的话还得再打一遍了，也是还得再打一遍才能解锁隐藏，才能再继续打隐藏关啊。哦、oh, no我记得大家说这个32关打完之后后面就会出现隐藏关，嗯啊这奇怪了，对呀、啊、那怎么办，再凿一遍，只能再凿一遍了，嗯好吧，你用什么光子，你用光子了，你用光子，那要不我得打个近战的是吧，那我封一吧，哦走吧走吧走吧，哎难度什么都没选啊，这什么都没选、啊、醉了，要不要升级个难度，你确定算了吧，战役模式普通啊，没有隐藏模式这个模式，所以只能战役模式，又普通难度啊，嗯地图好，松鼠通 道好，为了打个隐藏关也是拼了，嗯走，哎对我还有个想法呢，嗯前几关不是很简单吗，对我们啪啪啪连点三下会不会一下出来三波，这我们试试，你确定你来了吗，我还没呢，进入来了，等一下啊，先去升级一个，先去升级一个，有钱了七十先升级一下，然后啊点开始之后我再点一个看会不会出两波，我的光亮弓不见了，升级之后你把它扔了吗，没有，那怎么办、啊、没得办，你只剩下一个光刀了，我只能用充能光刀了，你钱已经扣了，对那肯定没法玩啊，嗯那肯定是没得玩啊，这样那怎么办、啊、那我们退出重进一下吧，好退出怎么只能让核心废掉是吧，废掉好吧，才核心退出啊，嗯又是这个老办法，哦哎或者我们被打不就行了，是吗，我们让个僵尸过来帮我、哎、一样的是吧，僵尸踩也不会变得更快、嗯、来吧，杠杠杠杠杠杠，又来这个过程了，醉了，嗯80 40成功了耶、10秒后结束，10秒后结束 Game over， 我的光能攻呀，光能攻啊，那我这次不选光子猎手了，万一又出 bug， 那你选什么呀，我能量步兵吧，还得先选这些东西、啊、对啊我先去选职业，嗯能量步兵战役鹰，然后地图中枢通道你改用肉盾了，模式选了吗，还没呢，普通模式你这次用肉盾了，嗯那要不我光子猎手，等让我想想、嗯、我用封印战士吧，肉盾的话护甲会费的比较多、嗯，但是他的防御力高，我还是算了吧，好吧你用什么，还是这个光子猎手啊，还是这个，好那我们这次没有防御全是输出，这两个输出型的，两个什么攻击型的，哦好开始公公初始化好了，来生优质不要出 bug， 又没了啊，为什么你的光能弓一下就会不见了，我天要不你就用光刀吧，这光刀我能行的，
就拼命升光刀呗。这。或者是打打看，说不定你待会儿再升一次，他就又还给你。嗯。是不是、啊？来，我们打打看啊。哦。哎呦哦，这个不能连续点两下的。哦。好吧。快，你先打，你先那个攒够钱去升一下，看会不会还给你。没了吧？没了。我上去检查一下来。65够了。好，我快去升一下，看你会不会捡到那个还给你那个弓啊？我的弓，我的弓，我要我的弓。还给我们，快点还给我们！你这个 bug， 快点还给我们。没有。哦，你那个镰刀占了你的弓的位置啊？啊？你看，你光能弓晋级到精良了已经。嗯。但是你的镰刀占了它的位置吧？应该背包里有吗？背包里也没有啊，有一支剑，只有固态弓箭。那剑是你拿下去的是吧？对，你不能动它。哦，剑的位置也不能动。你是不是上一局也动了它的位置了？对，你不能动它的位置。哦，动它位置就容易出 bug。那只能重新来。好吧，走吧。嗯，又是老套路。彪击，彪击，彪击。好了，又回来了。这样我们这个把难度升级到困难吧？好，是吧？挑战了这个。难度不能不升级啊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我们都已经简单和普通的玩过了，快点选，选。继续光子猎手。你就非要光子猎手了？哼，我就不信了。好的，我来这个最高难度了啊，困难难度，来。走。我们来挑战困难难度了啊、嗯。困难难度的话，要不我还是能量步兵吧？哦。我感觉能量步兵这个防御什么的还是很关键的。走。可是困难难度的初始金钱应该不够升主武器了，不够升就不够升，没关系。来了吗？好，看看有多少钱。40。40。好，不够，开一波啊。好，开打。哎，装甲没穿。哎，我刚才上一次是不是装甲就没穿啊？好像是，是不是？好，天哪，不知道。还没来呢，要再点一下。啊，再点一下，好，再点一下。光没给我们涨点钱呢。你又到你的黄金站位去了。嗯。哦，困难模式了啊！今天有功了。困难模式。小心我判死你了。没事，我躲得远一点。笑要干掉。困难模式我们一定要更加的这个谨慎了啊。对。这个肯定会比那两个难度要增加不少。41、42、45。来第二波。第二波，要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有人跟我对射？哎，这个家伙怎么穿了个什么呀？这是？对呀、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有弓箭手吗？这次？不知道。哦，这家伙反弹了你的箭吗？不可能。啊？这波说新怪五无的。有人射你是吧？反正我是废血了。难道那个家伙的皮甲能反弹剑？难道那……哦，我看那个家伙的那个皮甲有附魔，说不定带荆棘。哦，有可能。哎，以前没有这个现象是吧？对。哦，现在这个怪物的附魔有荆棘了。好吧，蜘蛛，来蜘蛛了。帮你过一遍剑。好。好了，全部过了。嗯。好。对呀、啊，这些家伙要有荆棘，那得老烦人了。对呀、啊，要是铁墙有荆棘的话，我们打铁墙相当于在打自己啊。对呀、
所以会相当的难打的时候。而且铁墙血还那么厚。嗯。嘿，嘿，后面有蜘蛛吗？没有。好吧，继续，这是第三波是吧？两个蜘蛛都被我射死了。好的，你快要可以升级了，再看看你的光能弓会不会消失啊？但愿这次不要消失。来啦，帮你过一遍剑。好的，你们就不要出门了。我说僵尸们，你们都回去吧，不要出门了。哎，刚才第二波就有那个附魔甲的僵尸，现在反而没了。对啊，第二波我才是出 bug 了啊。不会吧。哎呀，爬上去一个蜘蛛，爬上来把我打下去了。哎呀哎呀，还好你下来也不怕他是不是。哎呀，我这防御力是不怕他们。我这也不怕，只不过是比较费耐久。对，你上去赶紧上去啊！你可以去升一波了。嗯，快去升一波，看看弓还在不在。不要给我没有，不要给我没有。一定要留着你的光能弓啊！我的光能弓。主武器进阶。进阶。啊！又没了。嗯。糟了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可能要重新重置地图了。嗯。重置地图的话，我们之前的成就就没有了。对。这不是很悲剧吗？对呀、啊。很悲剧啊，很悲剧啊。修复会不会还给你啊？修复只会有修复装甲是吧？对啊。弓什么的不会还的？肯定不会。这怎么办、啊、这怎么办？那我就不可以选那个光子猎手。对啊。哦，你不可能选光子猎手了啊，你只能选别的了。那要不重新来？没办法重新来啊，只能核心爆。核心爆，再去核心爆，或者我们俩都死。来来，不打不打不打，我们俩一起死，一起死进去点那个重新开始，能行吗？能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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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试试。我死了。是，你已经死了，你这么快啊？好，我也死了。在哪点？在这。在哪在哪？快点。没用，只有在极限模式可以。哦，而且人全都死了，好吧？极限模式，而且人全都死了才能来是吧？嗯。还不能换职业。啊、oh, no！ 那你们快点去吧，僵尸，让僵尸踩那儿去吧。好了，僵尸们快去吧，让他们在那儿踩着吧。好，我们在上面看着。好、oh, ，加油，僵尸！加油，僵尸！我们还得给僵尸助威是吧？对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吧，头看他们踩的这么欢乐是吧？那你风衣战士。要不我远程，我远程万一也 bug 是吧？对。好，我能量步兵来。但上次这个配合好像不行。什么？对。上次是我们不会玩，这次厉害了。确定。不过这次难度增加了是吧？对。好，开始。打起来。40块。来，开始。黄金站位。开始了。你风衣战士就黄金站位能打着人呢？哦，你也有弓的啊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哎，要不你又用风衣战士升副武器？妈呀！你如果想用弓的话，哎，我好像不是用，帮你都过了一遍剑了，用的能量锤呀、啊，我得用我的能量锤锤锤呀、啊！哦，快速解决战斗，我们这次一定要加快速度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啊？这怎么会有个僵尸村民呢？对呀、啊。哦，这地图开始自动刷怪了吗？黑暗的地方。哪哈？啊哈！不过自动刷怪的话，应该几率很小会出僵尸村民的。哎，谁射的？你射的是吧？我射的。我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还刷了骷髅呢。哎，好奇怪啊，那地方有个僵尸村民。难道是核心里面的村民被僵尸弄死了？啊，那核心不是应该直接报废了？哦，不对，哦，那这样的话僵尸就不会去打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还有这种事，有点作弊啊，有点作弊，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。哎，怎么自动刷怪了？自动刷了僵尸了？你看到了？我看到了，眼睁睁的看到这里刷了个僵尸。啊，这地图开始刷怪了，困难模式刷怪了。啊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困难模式它会自动刷怪啊？那后面刷个僵尸去踩核心的不是废了？对啊。好吧，不过刷的怪如果也给我们算钱的话倒是不错啊。嗯，多刷点倒是没关系。好吧，但愿不要刷什么小黑之类的吧。啊，愿刷个末影人，就呵呵了。小黑就不好了。嗯，小黑以我们的实力，不一定打得过呢，是吧？他攻击小黑，除非我升一下主武器。嗯，还有可能。好，赶紧下一波。光。
他们那僵尸村民肯定是刷出来的。对，不可能有跑过去的，而且他这个系统刷的也不会有那个僵尸村民，就是普通僵尸。蜘蛛休想爬上来！全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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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又刷个僵尸！你又看见了？看见了，在树后面。哎呀哎呀！哎呀哎呀，不知道算不算钱，就是。哦哦，这个刚才这个头上没有字的，对，头上没有名字的是刷出来的，对，那肯定不算钱，估计。哦。哇，这我们有个火把就好了，给它插上。不是。或者从别的地方再弄个火把来。不知道我的烈焰权杖算不算照明工具？应该不算吧。好，你可以升了。好的。你去升一下试试吧。主武器吧。好的。主武器进阶。烈焰权杖，不要没不要没，那不要没，还在是吧？还在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状态也有可能刷怪啊，我们没点开始啊，嗯，是不是啊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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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位了吗？就位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全都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接受审判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啊！打着我了，判着你了。打，往后面打，不要打我跟前的，往后面。打后面，我看见你身上插了一支箭。Oh no！ 在胳膊上。Oh no！ 肯定很难看。哎、什么？上面刷了个僵尸打着我了，还拿铁铲呢。啊，楼上刷了个僵尸啊？对。你看这好多刷出来的，你看这也是个刷出来的。对。这是这地图出问题了，还是困难模式就这样啊？可能是困难模式吧。太奇怪了，困难模式会随机刷怪。上面刷个玩意儿把我打下来。优质。五七三十五，嗯，走。哇，又刷出来一个拿铁铲的。我的天！骷髅兵。热。喂！这是我自己摔下来的。啊、我还以为楼上刷怪了呢。可以呀呀呀呀呀！这回是自己作了你。摔下来的。自己作了就怨不得别人了。自作大法。以前我们都是把他打小花园，这次我们加快点速度啊，啊直接扛着揍。打小花园比较慢。有一个到小花园里去了。好，干掉了。哎哎，送活者，没名字的是刷的。哇，我很担心，像刚才那个僵尸村民从后面刷出来，那核心就废了。对啊。继续。下一波为 boss。嗯。纯蜘蛛。纯蜘蛛。考不考虑上来？上来了，上来，我已经上来了。哎哎，我已经上了。我也来，优质。我天，我天，我天！啊、这么凶悍，背后。好，这点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弄死了。弄死了是吧？23。好，走。光南瓜王王王王王。神秘的 boss。嗯，我没有远程，我只能上了。你顶小怪就行。好，我在这卡住他们，你就往那个洞里射箭就行。哦。全部回去。全部回去。哎呀，完完，我击退太厉害，全打小花园里去了。哦 no， 这不是我想看到的。我又有个没名字的。好，我并不想把你们打到小花园，各位。南瓜王，南瓜王，快死吧，南瓜王。这还有个风衣呢，别光看。哎呀！完了，又下去了。南瓜王也掉到下面了。南瓜王，南瓜王！哎呀，你替南瓜王挡箭了，是吗？我又中箭了，好像没有，应该是没有，没有其他怪了，是吧？没了。南瓜王就你了，哎哎，别让他跑，击退回来，击退墙角，往墙角打。我的击退能行吗？行行行，啊，我来吧，来。哎呀哎呀，我的击退比较厉害，我来把他往墙角打，回去，看这多听话，回去，回去。还是我这个比较听话的，咣咣咣就敲回去了。哎，音乐起来了，意味着要有好事情了。是吗？来吧，南瓜脸。哎，在我这呢。哦。南瓜脸现在比我的厉害吗？我来试试啊。快点，僵尸战士了。算了，我还是击退吧。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能量重锤。哇，蜘蛛。上面在掉蜘蛛。哎哎。哎哎哎！实在不行就先小花园吧。实在不行就先小花园里面吧。哎哎哎！你们别想上来，都在这乖乖的受死。谁也别想上来，全部敲死。好，二楼有没有？没有。
不会吧？二流蜘蛛都下来了。不是，有一只剩一个蜘蛛被我射死了。好的。刚才。新怪物屋二楼是吧？二楼。一楼没有是不是？一楼没有。好好好，直接站前点，直接站前点。找我摔得好惨，这下。啊！我摔得好惨，我从二楼直接摔下来了。啊！那蜘蛛怎么跳那么高？你是喝了弹跳什么跳跃提升了吗？你是骷髅兵还有你们是提升了吗？骷髅兵现在专找我。有个骷髅兵找我来了。哦，我敲回去。哦，都打到小花园里去了。嘿，这儿还有人呢。好了。嘿，还有蜘蛛是吧？没有了。嘿，交给你了。交给我了。好，干掉。再来一波。你够生了。好的，我够生了。哎，有蜘蛛。在哪？在哪？肯定是随机刷的。对。在什么比较黑的地方？算了，不管它了。反正蜘蛛也不会去打村民的。嗯。走，下一步。哎，我要生的嘛，不是忘了。我去现在去点应该就行。铁墙来了。哦。生，公公，金梁。仇恨。铁墙。新仇恨。我金梁了，铁墙。仇恨。你们完了。新仇恨。回去，全都回去！大兵，哎，又刷了一个，在我面前，刚才，就在我面前刷了一个。按说这亮度不会刷呀，怎么回事？难道就这么设定的？困难模式就这样的。就这样的。好，这这这这，全部敲死。哎，又刷一个没名字的。好，敲死敲死敲死！如果他给钱的话就太好了，对啊、希望他多刷。不给钱的话就没用了。嗯。哎呀，我在这好危险啊！快跑吧，你也可以生了，生不生？哎，真的有蜘蛛的声音。铁墙，蜘蛛在哪？哎，在澡堂里。啊，在水里。哦，这还是个有名字的呢。嗯。还不是刷出来的。是吧？你生不生？我还没生呢。嗯。我看我。下一波也行，开始了已经。哦。已经开始了，先守吧。下波再去升。楼上的蜘蛛，楼上的蜘蛛，你们好啊！洞穴蜘蛛啊，好凶猛啊！啊，快回来吧！哇，好凶猛他们！哎呀，哇，这难度提升确实是不一样啊！我这一波被洞穴蜘蛛打得很危险。哇，你有那么危险吗？有危险，有危险，有危险！尖叫英雄！哦，哇，你一下来，他们马上回头了，我差点打了你。你跟他们颜色很像，我还在中毒。Surprise！ 我是红色的，他们是棕色的。快去升吧。八十。快去升，快去升，快去升！我要开始了啊！武器精良。好。好。精良成功。咣！苦力啪啪。哎，楼上有。好，你去把苦力啪射死啊！嗯。全部射死。不，我赶到的时候，苦力啪已经。嗯，你只要给他们过一遍剑，我就能一击秒杀。哎呀，也秒不了，也秒不了。不要炸，苦力怕怕，千万不要炸。好，死了。好了，好，很好，还有一个苦力怕。是吗？还有三个。啊，还有三个啊，楼上还有呢。好，做得很好，你做得很好。哎，纵火者打我，好像我没着火呢，这么好呢？我还有这个火焰抗性呢，哎呀，但是我中毒中的好抖啊，一抖一抖的。好，继续啊。嗯。咣。楼上有，楼下也有。楼下是骷髅兵。你打楼上吧。好，你吸引仇恨之后就打楼上吧，让骷髅兵过来。骷髅兵。楼上有吗？骷髅兵，我在这儿呢。楼上看不见。是那种隐形蜘蛛吧？没有。啊？我刚才好像看见字条了呢，没有啊。那上面有个残余怪，楼上肯定是有一个的。刷出来一个。嗯，刷出来的，刷出来的怪没有字条吧？哇，好快！这帮家伙好快。哇，我看见。苦力怕要炸，炸了。苦力怕炸死好多。哎，怎么有人上来了？啊，对呀、啊。你这防的不行啊！哇，这防不了，太快了。这困难模式这帮人明显扛揍。没了吧？你上面有个纵火者呢。你上面安全了吧？安全了。这还有个黄金铁墙，啊？不是黄金铁墙，
这刷出来的，刷出来的黄金套的骷髅兵，他们有没有掉落物啊？我在想，肯定没有。刚才上面有一个的，这儿有个铁墙，这有个蜘蛛漏掉的，去死去死，走走你，走你！哎呀，打到你身后飞了，来吧，死了死了。烧死了，烧死了，我快要可以生了，继续了啊，我45光机弓弩手，弓弩手快上去干掉你的那个远程的对手，你的克星，去去骷髅兵下去吧，下去吧，下去吧，去全都下去吧，哎呀下去下去，好多好多克星啊，有有有有有有哇，哦呦呦呦呦呦！我还是手敲头，哇，手敲头啊！打！哇！手敲头！啊！炸！我天，他们好快！克星射死了。他们好快！哎呀，我血量也不安全的，他们还不死啊！他们还不死，我有危险了。他们还不死，好，快干掉他！交给我，别乱射箭啊！别一下射中我，我现在很危险。好，我可以升一级了。下一波是 boss 是吧？啊，不是吧？不是吗？刚才没提示。他没提示。什么？是 boss，哦、是是冰铁骑士来了。行，那我们打完这一波结束吧。哦。今天这个重开启了好几次是吧？嗯。这个现在冰铁骑士。可能这个光子猎手这个职业是有问题了是吧？嗯。以后我们看来不能选光子猎手了啊。嗯。那你单挑他，我打上面的了。好。嗯。嘿嘿嘿，你们的对手在这儿。各位，各位小强强，哎呦，刷出来一个僵尸村民，就在我面前啊！这冰铁其实好扛揍啊！啊！他虽然靠近不了我。啊！好了，干掉了。干嘛了？很理想。好好好，干掉干掉干掉！铁枪铁枪铁枪！回头，哇，你身上也不少剑呢。我被弓弩手射的，你也扎满了剑。哎，你看看，是不是？嗯。但是他没去踩压力踏板，这比较好。嗯。他从这儿过来，他为什么不去找里面的村民呢？对呀、啊。挺奇怪的啊。嗯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先打到这儿吧啊。好。今天我们调成了困难模式是吧？然后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刷怪、嗯，不知道这是困难模式的设定啊，还是地图出问题了。嗯。但是这个光子猎手是肯定出问题了啊。对。以后我们就不用了啊。嗯。嗯，好，那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吧。好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感谢收看，快游戏。游戏。我们下次再见吧。拜拜。拜拜。